玩具 TV 第33季第一集，咁啊啱啱介绍啲咁抵食嘅嘢，咁啊但系点都好，一啲黄道嘅嘢咧，我哋都会同大家介绍。咩叫黄道咧 ？Metal Bill 力天使 Saga， 咁啊基本上如果大家有追开嘅话咧，咁其实呢一个 Saga 都唔系出咗好耐嘅啫。我个人嚟讲系好中意嘅。重點除了我自己都係中意呢一個 Double O 之外咧，咁就住今次其實呢一個力天使佢亦都包含咗大家可能玩 Robo 雲都有玩過嘅自天使七槍 Saga， 咁今次就將兩件嘢完美咁樣結合，而令到我覺得最 touching 嘅地方係乜嘢呢？我唔知呢度有冇寫，有。我不是想拍這個，其實我想拍個盒的拍個盒就是這一句了，由兄長托付的窗口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大家都知道這個弟弟是尼爾還是誰，我不太記得，由他秉承了他哥哥這一部機，變了令到整件事半部是力天使，半部是这个自天使，那变了特别是七槍这个意义，他将即是阿哥那个理念由这个弟弟去继承了，那变了我觉得这样包装整件事是更加吸引的。那加上其实就住力天使也好，自天使也好，柳乃敬之老师这个这么精彩的设计呢，將兩件嘢嘅元素喺一個冇違和感嘅情況之下，再用兩部唔同顏色組合，而你又見得咁 match 嘅咧，其實係非常之吸引嘅。咁當然你問我，即係講個角色咧，我係中意阿哥尼爾多少少嘅。咁因為其實我喺即係當係講故仔咁樣啦，萊爾突然之間由一個即係冇乜點特別。在天人組織出現過，而又在駕駛技術方面竟然可以凌駕過他阿哥，還可以懟冧埋呢一個助天使呢，我有少少 question mark， 不過我看得很開心就算了。好啦，今日講翻呢一部力天使七槍型 Saga， 咁啊見到其實成件嘢都轉咗個圈，是非常之靚嘅。咁就住 Saga。特殊急襲高達武裝，咁啊見到其實佢有好多形態可以裝嘅，我暫時就將呢一個所有嘅槍孭咗上身先。咁當然配件嚟講，三板台座一板，我拎翻後邊少少先。咁呢個仲有其他唔同嘅手型 ，total 係十個嘅，咁啊加埋呢一個專用台座同埋兩把劍，擺埋一二角。再跟住，你會見到呢一個武器嘅裝組包，其實重點你就會見到呢兩塊好標誌性力天使 R 維修型嘅一個透明裝甲，咁亦都有我冇打算裝嘅 GN 粒子儲存爐。等等等等等，咁當然如果你有買埋其他嘅，例如死啦，成日想噏啲名我都唔係太記得，老人痴呆。第二世代嘅001係邊部啊？喂，有冇人有印象呢一個高達 Double O 第二世代第一部機係咩女神話？正義女神二，咁就更加正啦！正義女神二可以溝埋佢嗰啲槍咧，喺顏色上面直頭係冇違和感嘅。好啦，真係講翻只嘢啦。咁頭先轉咗一個圈啦，咁啊見到 GN 細盾啦，咁另外孭曬所有槍喺身噶啦，六把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哇！這個要用力掹，兩邊的細槍五六，這支是槍，哦，
有個盒裝住。係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就甩曬啲槍俾大家睇先。啊，跟住又裝翻佢。跟住裝第二個形態。Okay. 因為時間關係都冇乜特別嘢可以玩啦。哇，好實。我係喎，裝個盾要甩把槍喎。係啊，乜都甩啊。另外兩把就喺呢邊㗎嚇。哦啊，趁我仲記得，成隻嘢有乜嘢缺點，我直頭講埋先啦。缺點呢一個裝組位非常之易甩，甩咗幾簡單。就咁樣晾住啊嘛。佢個榫口位係細到無倫啊，同埋冇特別係卡得好實咧，咁所以變咗你係困一困就甩，困一困就甩，咁我都費 Q 時裝啦。啲關節補強。有機會會影響到個外觀，所以變咗係好老監噶。我哋有 AA 膠喺度，你懟咗落去 GN 啱嗰度，咪唔需要呢個咯。係啦，另外一個重點就係其實佢一上咗落去 GM Arms 嗰度咧，成件事又真係唔同曬，型咗好多啊！哇，直頭根本係黐線嘅。哇！這個都好實下。呢只嘢個外形又幾有性格喎，左右超有性格，因為佢始終即係用咗自天使嗰個 Saga 嘅卡拉通。好啦，咁啊六把槍，影唔到要啦，要影翻低啲呢個位啦，喺腳前邊。冇錯，因為我都冇辦法。Yes。只是玩架撐都有排玩啊！著色嚟講都係用咗呢一個瓦色嘅色調啦，咁啊配翻部分嘅金屬色同埋呢個透明件，咁成件事其實非常之靚嘅。誒，唔好意思，睇得唔係好清楚。咁當然啦，睇啲咩彈閘都拆得嘅。誒，睇啲。GN 短槍，誒唔該曬。佢有個紫色、金屬色，咁啊，另外短係啦，個藍色透明件嚟。係啊 ，GN 突擊步槍其實基本上都係成件事嘅重點嚟㗎啦。咁而家睇緊嘅就係呢一個 GN 衝鋒槍，咁亦都係。力天使也好，智天使也好，常用的装备。另外当然还有光速手枪二和这个冲锋枪等等等等等的装备，多到无伦的。我位不应该穿的，但是又有蓝色的。是啊，好鬼靓。那这个可以分开。当然打直近距离被人逼到埋身的时候，当斧头啦。正常情況咁啊，似剃刀多啲喎。係啊，光速手槍嚟講就變咗一對接就可以直接用呢一個短槍形態。咁呢個都係智天使常用嘅一個基本裝備嚟嘅。呢個就係。喂，好啦，好啦，翻嚟啦。架撐就拆曬啦。咁我而家反而都要將呢一個。我自己嚟講覺得幾型棍嘅 GN 裝甲 repair 版裝埋上去，其實都好簡單嘅啫。咁啊，個 GN 細嘅盾其實佢係可以手持嘅，你換咗個手型就可以手揸都 OK 噶啦。呢一啲全部嘅透明裝甲咧，其實都可以拍翻出嚟嘅。佢都系插榫嘅啫。佢个设定系代表啲乜嘢噶？呢个透明型啲啩？咁大致上你见到嗰个对比啦。好靓喎！系啊，咁当然啦，佢个可动嘅膊头都系好紧要嘅。咁樣有睇到呢一個劇場版嘅話，都知道呢一個力天使 repair 就係用呢一個透明裝甲嚟出場嘅。咁
又幾型嘅。咁當然啦，佢可以再頭先咁樣孭翻曬啲槍，咁就成件事就出翻曬嚟噶啦。而家我冇記錯，佢其實都冇乜點炒啊。呢件嘢係高質嘅，咁但係即係幾多錢到啊？我見而家市價千八咯。係啦，咁啊，但係訂嗰陣時幾多錢，我真係要睇翻 Payment Band 先。其實我係撳唔到嘅，我都係揾個朋友幫我撳嘅啫。咁啊，都送我翻嚟，我都唔該曬我個 friend 先。咁啊，好快個又，因為始終要喐啲手手腳腳嘅咧，我好快咁樣。不過 Metal 錶嘅可動性大家都知㗎啦。係咁啊，係咁咦，叫做零一零。比較特別嘅就係佢個 GN 爐。揭起啦，咁其實呢度唔夠光啦，入邊都係寫住 GN002S。我想問喺動畫入邊咧，佢心口呢個爐咧，係 GN Drive 會唔會發光㗎？會，仲要光得好靚添。咁 Metal 錶會唔會著燈㗎？梗係唔得啦。咁可唔可以自己裝啲深水埗嗰啲簡單嘅燈咧？有機會得。有冇空間？有冇？這個就不敢說了，其實因為後面這個 GN Drive 是可以拆出來的，當然這個 GN Drive 也是有很多，就是我叫 gimmick， 就是可以，因為現在那些燈是可以獨立，不用拉線，不用繩的嘛，就這樣放進去就可以了嘛。不爭在，既然你有這樣的興趣，因為上次Ricky 幫我買那輛兔仔電單車呢，佢其實佢都係有個位，佢就話你可以自己裝燈咯。佢就冇燈嘅，咁咪有埋燈添，我以為。佢冇燈，但係佢嗰個空間同埋構造，佢預咗你自己掟粒燈入去咯。哦，係啊。哇！啱啱就出咗隻黑色嘅。搞掂。嚇，係啊。全黑板啊。兔仔？咦，原似乎有啲難度，因為佢呢一個位係唔係通窿嘅，所以變咗你就未必可以搞到啦。哎呀，好狠啊！黑兔女郎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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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是三百多就有賣的車，哎呀好，我都拆到散曬了成件事，都是這樣移動一動啦，看到它的螺友位的裝甲，側跟其實它有兩把劍的，可以打橫這樣拔出來，哦，就可以拔的了，這裡也有連動的，大家可以看著側一點。咁呢個引擎位置就會突出嚟，個 GN 引擎，我唔知道清唔清楚 ，OK 唔 OK？ 見到，都幾得意嘅，即係都有啲嘢玩下咯。係啊，其實玩都唔少嘅，咁啊，另外好似係啦，呢度成個拆出嚟，既然係咁，反而拆到散曬，會唔會好易甩啊？咁啊，亦都有 GN 導彈嘅。咁當然啦，前面其實都好清楚見到呢一個波頭可以點樣喐，咁啊幻變自在。你個前後左右嘅全部都拆得，好、啊。當然啦，咁啊，其實之前介紹智天使嗰陣時，力天使嗰陣時都有玩過佢嗰啲 GN 導彈噶啦，咁啊。拉高 mark 開就 OK， 咁啊收翻亦都係啦。呢、這、一個其實相對都唔係好實嘅，所以大家玩嗰陣時都要留意。不過可能我而家係咁試可動性咧，咁啊變咗佢相對又比較容易甩。大致上就係咁樣啦。咁啊，我唔多繼續玩啦。咁因為其實你玩智天使咧，甩翻落去咁啊，就會變咗呢一個算做係瞄準形態嘅。佢比力天誒，佢比呢一個誒能天使就相對主體就多多少少嘢玩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其實嚟緊都有機會出埋其他天使嘅話咧，到其時四子都齊曬就更加過癮啦。零零系出咗第幾隻啦？而家有冇三十？出第三、第四嗱，我喂，即係數下先，能天使。應該冇蝕咁多嘅。係咩？智天使、正義女神、正義女神二、Double O、Double O Q， 即係其他變體我唔數啦。我有冇數漏啊？啊，雪崩即係能天使啦。哦，就能天使啦。啊，呀。跟住咁紅色嗰只咧。力天使，紅色咪正義女神一咯。正義女神一啊。係啦。咁少咗。睇嚟。
機體啫，但係你講變種，你其實我想知道佢出咗幾多盒啊？哇！咁就有排數啦，真係有排數啦。有冇三四十盒啊？都未有嘅 ，Double O Series 就未有咩？十幾盒就肯定有。我哋頭先有冇多謝 Mervis Lam 啊？未啊 ，Mervis Hello， 多謝曬。好啦，時間關係，我都冇時間再繼續搞落去啦。咁啊，大家有興趣嘅就喺坊間，而家真係唔好炒嘅，呢件嘢係高質嘅，不妨入手。中意 Double O 嘅冇得走，轉頭見。轉頭見，等等啊，俾多個。